Thank you.
请下一位猫猫进行自我介绍吧。Senna Happy Patty Kanai
这担当看难易。其实我本来是来自雪国的一条柴犬，是雪之墨的一条狗，但是呢今天来到了深圳这里，它有个结界，然后把我变成了猫，所以哦没有，大家也可以叫我南一。南一，嗨，你好多，嗨 ，Coco， 嗨 ，Coco， 嗨 ，Azuko， 吱吱吱吱吱，别不要吃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Jennifer Bill 的粉色担当 Azuko， 我本来是雪之王国的一只豚鼠，但是因为今天是猫猫专场，所以就让我家的猫猫优米来帮我代班啦，所以我今天是我家的猫在帮我代班哦，所以你们也可以叫我派派。派派，动力不动产，快乐不停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吉野 Nightfield 的棕色担当 Lilico， 然后也是被雪国魔女冰封在雪地的一颗梨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圆这个猫，所以我是一颗梨，大家可以叫我动力。动力。阿美嘎斯勒，阿美乌库勒，嗨，东东。大家好，我是吉野 Nightfield 的黑色担当木鱼苦勒阿美，我是徘徊在雪国上空的一朵木鱼，因为受到了魔女魔法的影响降下雨，所以叫木鱼，大家请叫我木鱼。木鱼。好的，那么最后一首曲子，请大家跟我们一起享受吧。这个曲子啊，我有点把克莱斯喊的疲惫。Thank you.
吧，拜拜。以上我们是